康线，新康线的照片。先那个手机的连接，然后刚才您说了有三种。这控制系统，那在那个30米的那个就有这个了吗？30米模型里面我们没有做这种。这个大屏幕，对，大屏幕。参观一下，这是得了非常深的印象。我想这个地方，是一个做学问非常好的地方，而且这又是最先进的设备。这个射电望远镜对于天文学，将要继续有非常重大的贡献。我希望在10年、15年之内，可以听到非常重要的学术发现从这个地方出来。那个是世界第一个大的国立实验室。这个给大家也介绍一个。这个天眼实验室的设置，对于提升这个附近的民众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对于科学的兴趣，一定有正面的影响。